补是最好的补药，不是药补，也不是食补。我们把自己的心补补好不好？把我们的良心翻出来呀，把我们的厚德之心、养生之心搬出来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养德，德在哪里？德在心上啊。我们现在这个心缺德的要命啊，算计别人啊，狠毒的不得了。要不这一段话就告诉我们，现在社会流行一种病叫黑心病，黑心病已经传染到了夫妻对害，手足相残，不孝父母啊，卖保险的骗朋友亲戚，做传销的也是骗朋友亲戚，都是把我们跟现在对我们最信任信任的人我们下毒手，是不是？你做任何行业都可以做，不要夸大其词，不要故弄玄虚，你想挣人家钱就挣人家钱，不要夸自己还像救世主一样，我为什么给你卖保险？我为了救你，你看虚伪成什么了，没必要，是不是？你就是想挣钱的嘛。啊，就像一个朋友卖那个叫什么保健品的，跑来给我讲半天，说你吃素食呢需要营养健康，说半天了，我说你是免费送我一套呀，哎，你要给钱呢，我说给钱那你就走吧，我认为你说半天的为我好，那你就送给我行了嘛，你要什么钱啊？但还是不是为我好，你是为我的钱，是不是？虚伪什么呀，你直接说就好了嘛，耽搁我半天时间。我们有时候想想是不是太假了，要不很多人一说呀，我也不会挣钱，我就想做什么慈善，我要做什么呀，我要拱回去吧。啊，你以为你救世主啊，想挣钱就想挣钱呢，想风流还想给你立个贞洁牌坊，哪有那么好的事儿？别虚伪，做回真实的自己，这样你轻松，朋友也轻松，家人也轻松，你好就是好，坏就是坏呀。我们用最毒辣的方式，用最黑的心，我们都是骗亲戚，骗朋友，骗最亲的人对我们的信任。为什么说现在信任危机啊？为了利益不择手段。这个可怕的很，心态不正常啊。我们要对自己的朋友、自己的亲戚，要正儿八经要帮助，你就送给他，是不是？就这样就行了。你要没那能力，那你就别宣传了。我们要显示我们对朋友、对亲人真正的帮助，不做锦上添花之人，要做雪中送炭之人啊！把我们的真诚做出来，啊，这样又不累。你看我对谁都是这样，当官的、有钱的、没钱的，谁来了都是一杯清茶，我轻松得很。数十年我都不问朋友你干什么的，你挣了多少钱？啊，你在哪儿当官呢？不清楚。对，我也轻松，他也轻松，所以他跟我交往，他也不累。啊，我除了上好我的班以外，给所有的朋友亲戚不添麻烦。哎，尽我所能，能帮则帮，保持好自己的独立性格、清净之心啊，这样才对啊。所以不要虚伪，真不要虚伪，更不要抱着目的和亲戚朋友走近，把你的真诚给平摊出来，用你的真诚，真是非常真诚，把对方感动了，人家该给你送钱，钱就送来了，该给你合作，自然就合作了，那个时间是发自内心的，是你的人品感动所致。这个我们要弄清楚啊！啊，就像我有个朋友给我送一单生意一样，我说我不懂，哎，不懂没事儿，我就相信你。啊，
谁知道我也没给他参与，为什么？他找厂家，他去招标，完了还给我分笔钱。我说你为什么给我分钱呀？哎呀，他说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，就想帮你，不知道怎么帮你。我说你帮我干什么？帮你，帮你，你愿干什么干什么。啊，人家找的关系，人家谈妥的，人家签的合同，我从头到尾，光听他一说到最后钱拿手里，我不知道什么事儿。我们想一想，这是我们真的要把对方感动啊。有些人头削尖了想进去啊。要不我告诉大家了，世界上最厉害的武器不是核子弹，是感动啊。啊，你的周边朋友，你的亲戚还没有认为你很好，我告诉你，你感动功夫还没做好，你还不够真诚，你的素质修养还不足以影响人家。你看你学了几天传统文化，你看你学了几天佛，人家现在还在看你，你是真学假学呢？你还是在那里面谋名谋利去了？人都不傻啊，只是不揭穿你就已经够对得起你了。我们要真干真有用啊，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，哎，一定要明白的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话再好，落实在行动中，生活才会更好。给我们来总结了，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再好，你不能落实在行动中，你生活一定不会好。啊，就像我们学长说一样，哎呀，去做义工呢。有些人做义工都是假的，哪儿热闹哪儿有面子他跑去了，真正受苦受累的他就不去了。我就遇到一个义工就这么跟我讲的，哎，说我学传统文化学成那样，竟然让我打扫卫生间，我才不去呢。我们自己想想，那叫真义工吗？那你做义工你做什么呀？就卫生间最需要你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我有个朋友，那大老板，那跑去做义工做几年了，每次都是整箱整箱给里面扛水。哎，他送学员回去时间，学员出来竟然一看他开个宝马，哎呀，你这么有钱开这么大个宝马，你怎么干活比我们谁都干得出力啊？老板就讲了，说之所以我当老板，你们呀挣不了钱，这就是你和我的差距，我真诚，你们不真诚。说你们还是老义工呢，哪个活重偷懒不去。嫌脏，竟然一出来人家开个宝马，还是称上亿的老板，在那一箱一箱给义工给发水。那些义工呢，一个一个看点轻松，看点哎，这个玩面子的耍嘴皮子的地方，他就凑去了。那老板在那七天，那是扛了七天水，最脏最累的活他干了，和他一块的，他一个都没扛上。啊，我记这个。是玉树是汶川地震的时间，我给我这朋友说了，让他去了，他也去了。那整个在灾区里面，交通不方便，整箱整箱水能抬进去。一个大老板呀，跟他一样去的人呢，干什么呀？给灾民送个水，赶快拍个照，我亮朋友圈，就拍张照片，后面没影了，跑了。他看不上，他最后给我讲了，伪善的人太多了，为了只是为了跟灾民合张影，不是真做慈善。他说我到头到尾一个照片没照，我在那待了那么多天就就地而睡，没洗过澡。我现在就想到了他们为什么穷，我为什么富呢？我比他们真诚，就这一点。我一想这就是差距啊。那我们也有很多人做义工，你有没有做到这一点？我们幸亏没有人家有钱，我们再有人家有钱以后，我们不知道自己嘚瑟成什么样了都。这就是我们不能落实，光耍了嘴皮子了，甚至做点事情呢，还必须要人知道。你看有个人报个东西啊，秦老师，你看我在这报水呢啊，我说你给我报呢呀，你报来让我看什么？你绕一个弯呀，你给那边去啊，不是这么卖弄的嘛，是不是？这非常可怕的事情啊！你做什么劲啊？人在做事，天在看呢。我告诉你。你今天做义工不好，你今天学佛不好，我告诉你，你坏到顶了，你在圣贤门中你都弄虚作假，你怎么好？
肯定好不了。我说我秦东魁从2005年开始发心给十方圣贤做义工，我知道一句做一句，我知道一件事儿，我落实一件事儿，我一直到现在为止，我在做义工的过程中还把自己家庭职责做好了，把公司的任务完成了，还每月一次慈善，每月是最少一次慈善，11年从未间断呀，我从来不弄虚不作假，不标榜。你今天看到我好了，你不好，甚至比我学的时间长的人都不好，为什么呀？你不付出啊，你心没动啊。啊，我这数十年里面，我可能去寺庙没你去的多，我可能做义工也没你做的多，可是我比你真诚啊，我一点都不虚伪，我不会拿着跟哪个老师照相，我宣扬半天，我也不会自帮的，我去哪儿了，我去哪儿了，我怎么样了，没有啊，一定要真啊，我天天都在成长啊。要不这一段话就讲到，话再好落实在行动中，生活才会更好，一定要落实，不是虚无缥缈的，不是拿个经书读半天，饭也不做，卫生也不打扫，孩子也不管，啊，一说我修福呢，我修福呢，找什么借口呢？是不是？像你这么一说，和尚都念经，厨房没人做饭了，没人洗碗了，那和尚他也要吃饭嘛，是不是？首先连寒山拾得普贤文殊菩萨再来都跑到厨房给大众做饭去了，你是老几啊？你高傲什么呀？你落实在生活中好不好？我们做的太差了啊！话再好落实在行动中，生活才会更好，不然就像去饭店光看菜谱不点菜，永远不知道菜的味道，也如同我们看地图一样，你不去这个地方，你怎么能知道民土风情呢？风俗文化呢？你只有做到了才能得到，你听到了是得不到的，我告诉大家。你光说呀，李嘉诚连续18年华人首富呢，李嘉诚到现在为止都90岁的人了，见人的时间给所有人都会双手寄他的名片，我们能做到吗？我们年轻轻的都懒得都不行啊。人是人事，先做人后做事，人成事成啊。你今天诸事不顺，你人不成啊。你修身养德养什么呀？你身也没修，德也没养，净干缺德事儿了，还满嘴的仁义，背后做的都是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，表里不如意啊，我们完完全全错了。没智慧的人，度量小的人，一天到晚都在看别人的过失和缺点。真正有德性的人，真正谦虚有能力的人，都在点点滴滴改正自己错误的言行，错误的思想，自己天天在得日进过日少啊，啊，从来不会发现别人的缺点，这是我们就进步了。所以踏实的走一步路胜过说100句10000句空洞漂亮的话呀。圣贤门中贵在落实啊，不是卖嘴呢，我告诉你啊，千万不要再卖嘴了，嘴上说的和事实做的不一样，你福自倒，你有什么福啊，全倒光了啊。我遇到过做传统化做多少年的，那可怜得很呐，啊，一无所有，都做成那样了，学佛学的那家里死人的家破人亡的也不在少数啊，
还走哪儿都说我是佛教徒啊，我还遇个人还是当地的什么念佛堂堂主呢，骑个三轮车竟然把孩子十六七岁在三轮车上，那他才多高，小三轮竟然在路上就摔死了。这都是上天给我们这些人的警示啊。我们都在做什么呢？哎，佛在经上讲，佛所在之处，灾祸不起，国泰民安呐。圣人所行之处，哎，都是人民幸福，大家安乐的。我们把自己学的家里头灾祸连连呀，我们太悲哀了。要不这一段就讲到，踏实的走一步路胜过说一百句空洞漂亮的话，真的是这样。踏踏实实自己走吧，别卖嘴了啊！别把圣贤的话滔滔不绝的讲一大堆，对自己生活没帮助，工作没帮助，夫妻关系没帮助，对孝敬父母没帮助。你听得再多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油条掉进油锅里，老奸巨猾，没用啊。